梦想的田里何时开花，看谁在课堂上挥洒，看谁三天一哭浪，期待有我快快长大。一首《梦田的花》，唱出华裔中学学生对音乐歌唱的倾心。这是华裔学生的自创歌曲，还曾在《星空下新谣创作比赛》中得奖。我觉得学生们可以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笔触，去写出对老师的感恩和感谢，还有写出校园里面的这种生活情感，我觉得很难得。1983年毕业于华裔的蔡艺人，带了新生代歌手回母校推广新谣。而这位演唱人于慧玲也是华裔的校友。每次回到学校的感受其实都是很澎湃，很难忘的。看到这些青春的身影啊，就好仿佛看到年轻的自己跑在楼梯间，跑在餐厅里面，然后就在课室里面喧闹，很多回忆都会浮上心头了。其实音乐种子早在华裔校园内发芽。蔡艺人中四那年已在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后来成为推广新谣的音乐人。不是白只是你毛粉记忆。旧版的华裔校歌句句道出一所传统华校创立最初的豪情壮志。华裔是由英殖民政府在1956年创办的第一批华文中学之一，最初称为官立华裔中学，在于和受左派影响的传统华校抗衡。起初在加东区法里路上课，由王厚仁担任校长，隔年搬迁到蒙克山。1958年，华裔迁入马格列通道校舍，迎来辉煌的校史。197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吴刚，1960年代在华裔求学时，校园里以歌音绕梁，歌手辈出。那些歌曲是文艺歌曲来的，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陈仰安跟陈仰厚两位前辈，当时也是华裔的学生。那么在这样的熏陶之下，加上我也参加歌咏团，这样就使到我在歌唱的兴趣跟技巧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吴刚在华裔也发挥美术专长，和死党马波浩夺得多个比赛奖项。我在华裔的6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在学校得到师长的爱护，我想应该归功于我们的美术老师邱高鹏老师。遇到很好的美术人才，他会特别的栽培，所以因为这样使到我们华裔整个美术的成绩啊，就一直不断的提升。当我到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选择室内设计。现年80岁的黄延波老师，1967年到华裔执教，经历了美术比赛争霸的盛况。美术比赛是什么都参加了，每次都起伏得奖，最多的一次是1972年啊，卫生部主办的刷牙招贴比赛，它总共有7个奖，这个头3奖跟4个安慰奖。青年间呢，每年一定要参加，
而且我们是用小货车载去的那个作品。这部他有一次我们迟一点去啊，他打电话来说，华裔为什么还不送来？就是表示我们作品他们很欣赏啊。建国总理李光耀1959年和1969年曾两度访问华裔。黄淑芬校长掌校时期是华裔最风光的年代，他请专人设计校园，建造科学馆、运动场，学生人数激增，在体育、学术各方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黄淑芬校长为华裔服务了12年，在1972年退休了。1978年，教育部宣布九大特选中学名单，华裔没被选中，士气大跌。华裔在玛格列通道的光辉岁月，后来也随着学校迁址逐渐淡去。这里就是当年我们常常泡在这里的运动场，这个运动场我们在这里踢球，在这里跑步，然后运动会的时候也会在这里举行。那这边现在看到的，其实也就是以前我们的校舍，可是现在已经在建高楼了，真的很难想象当初我们求学的校园就现在是变成了主屋了。华裔中学矗立在玉郎溪42街，一晃18年，设计新颖的建筑令人感觉不到学校几度搬离、挣扎求存的一页。1983年，华裔从玛格列通道迁入德普路，面临招生困难的窘境。华裔在一个德普路的中心，周围都是工厂，对面也没有什么主屋，所以那些家长考虑啊，要把孩子送来华裔，搭车麻烦。那么华裔又是一间新的音校了，因为他从华校转到音校，所以他们可能很多考虑了，就人数慢慢减少。谢苏1980年代在德普路念书时，曾经是一名问题学生。现在成为了律师。I only got 3 O-level buses, prelim I only got 2 bus. It's literally 满江红啊。到了大概中三、中四的时候，就意识到，哎，其实你跟比较坏的一群孩子在一起，其他的那些比较坏的孩子就不会来找你的麻烦。那就因为这样子就变成很多功课都荒废了，就整天逃学。毕业后，谢苏不知何去何从，直到报读伦敦大学函授法律课程后，拾回生活的重心。Most likely what do you think people think of? 这一天，他受邀到母校和学弟妹讲述他的经历。Since I'm here, finish the race lah, right? It's a choice, you know. Every day we wake up, we are confronted with choices. It's just about making the right choice. 1999年初，华裔只剩下200多名学生，校方宣布关闭德普路校园，将学生安顿到附近的中学。到了年底，幸而出现大转机，教育部委派谭燕芳校长带领华裔在玉郎溪重新出发。教育部是保留了他的名字，也等于就是说同时把他的历史啊，跟他以前的那些文化啊，他的传统啊
同时的带过来新的校舍。我觉得责任很重大，怎么样的去把以前华裔好的他的强项重新的再给他传承下去。公元2000年，华裔迎来300多名中医新生，在玉郎溪掀开新的一页。华裔人熟悉的盆景文化，为新校园增添翠绿的生命。盆景园对华裔来说是一个特色，通过盆景园艺，学生们能够修身养性，他们可以一边学习怎么样的去栽培植物，一边又可以学习一些美德，比如说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呀，可以得到美好的结果。令华裔人骄傲的美术也重现昔日光彩。黄延波老师和他的学生在谭校长的要求下重振旗鼓。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校长啊，我今年想做一幅全新加坡最大的剪纸啊，这个相当困难了，因为这个剪纸6尺长，我说不过又很贵了，那个宽可能就1-2千块，他讲钱不要紧，只要有成绩可以走。我就带3个学生，刻了3个多月，把这幅画完成了，那年就拿到金奖。教育部还把这幅画留在总部的电梯旁边哦，给每个学校去都看到了。这一剂强心针为华裔美术注入新生机。黄老师在华裔服务了48年，教过的学生横跨华裔3代人，其中一名学生郭慧平现在也回母校执教。他一过来，我的工作就是他做了，就是带学生比赛什么，全部要负责。我说你不用紧张，我在后面支持你。在玉郎溪校舍，有个不起眼的角落，却承载了许多老校友最珍贵的情感记忆。2013年，华裔校友会将当年玛格丽通道校舍对面的龙门茶室重现在今日的玉郎溪校园内。每逢华人传统节日，一般老校友总会回到这里重温旧情。1970年代，电影《龙门客栈》红透半边天，刚巧名为龙门的这间茶室成为华裔人刀剑相会的场所。男女啊，谈恋爱啊，在那边约会，分手那边约会，分手的时候要谈判哦，在那边约会，在同学里面有什么纠纷，在那边约会，男生要打架呢，约在龙门，一讲起龙门，肯定大家是拍肩膀，你是华裔人。来。如今龙门茶室让毕业多年的老校友对玉郎溪的华裔又多了一份归属感。经历过无数跌宕起落的华裔中学，现在是一所邻里中学，由丁柱三作曲的校歌旋律依旧，但歌词随学校变迁而更改。现在华裔学生唱的是新版中英文校歌。
虽然时空不再，情谊相牵的精神在这所学校化成一股澎湃的力量。在华裔55周年校庆之际，一班老校友仿佛听到母校的召唤，一一回来了。灯火不熄是吗？灯火不熄，对。华裔在1980年曾经办过校友会，因为后继无人，在2003年宣告解散。讲得出你的名字吗？不过，在前训育主任沈子敬老师的鼓励下，沉寂9年的华裔校友会在2012年复办。今天有2000个校友，我多么盼望我们的老校友能够回来。他说：“我们不要让往事只能回味，我们要让往事一一重现。”老师就讲：“别怕，他说没事找事，没人找人，没钱找钱。”我协助你，我们一起把同学招募回来。专栏作家黄伟芬，1972年毕业于华裔高中部，他挑起让校友会重生的担子。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代，哪一所学校，我们心目中华裔留给我们的最美好的记忆，我们去珍惜就是了，然后把这颗初心来爱现在这间学校就够了。你好，主任好。To be just for the hands together and acknowledg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Hawaii Alumni Society here this evening. Would you like to ask them to say?谢苏当上校友会会长，希望更多校友回馈母校。经过华裔的校友们，好歹是一个华裔人，那是一种缘分，那就是以这种心态回来帮忙校友会。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为了凝聚不同年代华裔人，校友会先后举办回校日活动。2014年，在玛格列通道的《往事只能回忆》演唱会，号召师生校友重返故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所有的执委跟义工。2016年，华裔欢庆创校60周年，以感恩有您传达师生情谊，并邀请总理担任晚宴贵宾。沈颖高级政务部长告诉我说，华裔人有才华，讲义气。我打听一下，的确是如此。现在的华裔已转型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邻里中学。如今，学生当中1/4是非华族，他们也唱起了新谣。I get to accomplish my performance as I think it's hard for some Malay people to remember the lyrics, and I saw that
many Malay Hawaiians surprised by us. I feel fortunate too because not a lot of school have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to try this kind of sing your concert.华裔人用自己的歌重拾往日情怀，让学生探寻新的方向。我们几十年来在华裔所播下来的这个音乐种子，我们今天看到它在校园里面继续的流传散播，这是很难得的。我就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这个新谣的活动啊，能够燃起他们对音乐的爱好，以及喜欢学华语的这种热情。我希望是我们能把那种华裔人的精神，那种平凡中的不平凡，把那种没有不能做到的事情那种精神传承下去。